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相信他一定会为了正义和真理而不惜一切代价，舍身忘死。为正义和真理。 同志们，我们是为正义和真理而战的。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你琢磨啥呢？我老觉得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但是我不甘心，我要活着，我要报仇，我要另立山头。哼，你想的这些事儿啊，我认为就是他妈白日梦。 只要我敢想，就有成的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搏。咋搏？我要让马锡山给我兵。现在你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要用他翻本儿。我醒了。 你自然就醒了，三炮。这次我答应你，如果我得到兵，咱们就远走高飞，再也不看别人的脸色，重新掀杆子，弄个天窑子。你当大当家的，我给你做压寨夫人。不，你今天这么做，你到底什么意思？ 咱们相互成全吧，我帮你拢兵，你帮我打天下。我成全你想得到我，让你当个山大王。你成全我后半辈子过舒坦日子，干不干？干！ 现在形势是非常的严峻啊！共军随时都可能对我们大国徽进行攻击。我们现在必须要坚守这个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要塞，顽强的抵抗，坚定信心。只要我们能够坚守10天，国军的主力就会渡江北上，对共军发起全面的攻击。 那个时候，我们再进行反击。哎呀，侯专员，现在这个时候还说这些空话，有什么意义呢？啊？问题的关键是，现在能不能真的守住共军的进攻？守不住怎么办？等死吗？所以呀，现在要马上做出决定，到底是撤退？ 还是坚守，这才是当务之急吧。看来马副司令对坚守大国盔没有信心喽。哼，明摆着的。
留下就是死。侯专员，原先我有骑兵和重炮营的力量，在绥芬甸的平原上分布着，国军与共军相比也有巨大的优势。现在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大国魁的现状是骑兵被削弱，重炮阵地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共军炸得全都毁灭了。所以呀，侯专员，明智的选择就是在共军发动总攻之前，我们全部撤离这个地方，向吉林转移，那是我的老地盘，而且左右有国军主力部队的护卫，到那儿我振臂一呼，我的部队可以补充壮大，到那个时候我再回过头来跟共军决一死战，有什么不可以吗？马副司令，你这是保存实力吧？临阵逃脱恐怕不太好吧？哼，我们现在必须要守住大锅盔，坚决顶住共军老二团的进攻。如果现在我们撤退了，国军统一了东北，将来牡丹江的权力分配我们就没有份了。嘿，是不是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吧？啊，就我们在座这几位，连家眷加上卫兵，拢共也就十几号人吧，就能抵挡得住共军老二团的进攻？吹牛呢吧，做梦呢吧。你们现在就是指望我马锡山手下这几百号人的兵力为你们抵抗住共军的进攻，这叫什么啊？这叫逼我死。谢司令，你的意思呢？侯专员，我这是决定在座诸位生死的大事啊，也是决定党国一统东北大业的大事啊，不是撤退或者是坚守那么简单呐，所以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商量商量啊。德林兄，你的意思呢？李旅长，坚守还是撤退，你说呢？马副司令，马贤弟，现在的情况是大敌当前，我们要遵照姜委员长提出的同舟共济。先总理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侯专也常教诲我们，遇事要多商量，要从长计议，要从大局出发。哪个大局？党国的大局啊！哼哼哼
怎么样，李旅长的家属都接来了？都接来了，已经安排住下了。李旅长没在屋，听说是在跟谢司令喝酒。哦，那他的贵重物品和所有的财产也都带来了？说是能拿的都带上了，就剩下一些土地和店铺一类的不动产。太好了。嗯，你去吧。长官，这是李夫人让我带给你的。 放心吧，我在这儿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嗯，郑三炮，许夫人找我可是来议事的，你横在这儿是什么威呀？嗯，闪开！我命令你，你试试！别动！干什么？别动！ 来得够快的，不愧是国军的副司令啊，雷厉风行啊！等等，还没谈条件呢。谈条件？什么条件？许旅长还在牡丹江监狱里关着呢，什么时候把他救出来？ 这个事儿麻木，真是哎，我能出了啊？马副司令，只要你帮了我这个忙，以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不，你什么意思啊？帮你什么忙啊？借我200兵，我要把许大当家的救出来。第三旅不能就这么没了。
行，没看出来呀、啊。你对那个许大马棒还念念不忘。马副司令，咱们明白人不说暗话。我们江家在滨绥涂家曾拥有良田千亩，鞭打百姓家奴，可都被共产党给共产了。我想把属于我的抢回来，只要我得手了，分你一半。说，我怎么帮你？第一，你还做你的副司令，把第三旅旅长的位置让给我，借那200兵全当扩充第三旅。第二，党国空投的物资全给我吃下，留我预备用。第三，把那个共匪小白鸽给我杀了。哎呀，不行啊！啊，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那还有他们侯殿坤、谢文东、李德林这帮家伙。啊，马副司令，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你虽然只是个副司令，可你手里有枪、有兵、有马、有炮。他们不会不给你面子的，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我答应你啊。干啥呀？我来找马副司令。啥事儿啊？侯专员和关参谋长找他，有紧急军情，他屋的人说他在这儿呢。其他有啥事吗？我还得把这个交给许夫人呢。不是，来来来，这个交给我，你可以走了啊。马副司令，干嘛呢？你咋来了？哎呀，我问你干嘛呢？我搞情报的。搞情报啊！起来，我看看你搞什么情报。你给我起来！哎呀，真的！哎呀，我说你个老不死，你真有本事！哎呀，啥情报你都能搞！哎呀，真行！你个老色鬼，我弄死你！我叫你搞情报，你把情报搞了！我啥也没看，我啥也没看着。这是谁呀？哪个混蛋王八蛋把我夫人弄这儿来了？同志们，今日徐大马帮坐山雕宋宝三已经被我军全部剿灭，徐九彪被我方击毙，就是说周边肃清土匪的战斗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啊。好好好，刚刚我接到东总的电话，上级决定马上展开春季攻势，彻底改变我们在东北战场上的防御局面，转入全面进攻。现在老二团已经去往大锅盔，准备实施对绥芬店的最后攻击。哎呀，太好了，歼灭大锅盔这帮残匪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报告田副司令，剿匪小分队203来信。你太好了，203保洁，小分队与大锅盔展开了一次正面交锋，有效地消耗了他们的骑兵，并成功摧毁了对方的炮兵阵营，已经为歼灭大锅盔趟平了道路。还有什么？啊，他建议军分军出骑兵，截断敌人逃往吉林的后路，以便我军将其全部剿灭。命令王团长在大锅盔通往吉林的路上设伏，彻底封死大锅盔的逃跑之路。是。哎，这203怎么没有谈小分队的情况呢？您是担心？我担心203报喜不报忧啊。
不出所料，果然小偷。弟兄们，一刻也不能停，向吉林进发！，大锅毁灶，一锅端，打！ 弟兄们呐，现在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在跟共军的对峙中，我们的损失惨重啊。我们有很多英勇的将士、勇敢的战马，都为国捐躯了，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 你到底想说啥呀？啊，侯专员，这都啥时候了？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你说点正格的行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坚守住大国盔，等待杜司令长官的救援。根据前线的战报，国军节节胜利，已经打到了松花江以北，到我们这里指日可待。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心，我已经把营役上官兵的所有的私人财产和家属都转移到山洞里的秘密工事保护起来，绝对安全。我说的嘛，我老婆孩子都找不着了，原来是你干的呀！你想干什么呀你？吴振坤，你也太卑鄙了吧！你太过分了！ 把我的家眷都给弄来了，又偷偷弄个藏起来，怎么着？你要挟我？不要误会，请大家一定不要误会啊！我侯宝人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齐心协力，共同抗敌，消灭共匪。少给扯犊子！我啊，还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的手里有一个秘密武器。啥武器啊？ 就是日军留在这个堡垒里的细菌毒气弹，一旦共军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用的好的话，细菌和毒气弹就会阻止他们的进攻。一直坚守到国军主力的到来，只要我们坚持到最后，我们就会成为国军统一东北的功臣。我反对。 这种事，我们不能做。关参谋长，现在就我们自己的命，就是党国的利益。这是日军用来屠杀中国人的，这种人神共诛，遗臭万年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做。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军将士一定会和共军浴血奋战，给你们赢得生机。我是你和马副司令。 任命的战场作战指挥，我关义忠向你们郑重表示：关义忠在，阵地就在，我誓与阵地共存亡。你同不同意能咋的呀？现在都啥时候了，还是先救自己吧。我同意，我也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就这样吧。马副司令呢？怎么没来？ 尤其大哥，你怎么来了？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哎呀，还是那句话，多和人多个力量。来，徐展，江青山，夏碧沟人老相识了，我在路上碰见他了，他说有急事要向你汇报，我们俩就一起找来了。这是我们首长二零三，快说。二零三，我是从大国盔跑出来的，白茹姑娘。
被关在大锅盔监狱里。小白鸽，小白被关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赶快告诉我。他是被威虎山二当家抓去当禁见礼的，所有事情以后我可以慢慢给你讲，可眼下你救白姑娘一定要尽快。胡天明和郑三炮正惦记要杀他呢，还有侯殿坤那几个老鬼，之所以对他一直严加看管，我想他们一定是觉得白姑娘是张最大的保护伞。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以白若为人质，用来钳制我们对他们的进攻？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一天关参谋长跟我说的。关一中？对，他还嘱咐我一定要提防他们伤害白姑娘。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我们凭什么相信？就凭白姑娘在监狱墙壁上写的那些名字。什么名字？里头有杨排长、坦克、长腿、侯登，还有鞠大姐和三妹。203，我说实话吧，三妹是青山没过门的媳妇儿。小白鸽，邵建波，长大了，多久没见了？穿着军装都快认不出来了。你就是军分区医院派过来的卫生员？是。首长，我不同意。白茹同志可是经过战场考验的，他带领救护员从激战的阵地上救出了100多名伤员，被战士们誉为战地天使白茹。请求你们批准我上前线，我要参加剿匪战斗。你想好了？是。我支持你。你放心去吧，他们现在需要你这个主心骨。不过你一个人在家要多保重啊。我会的。
把他带上。如果能见到女儿，就告诉她，这是妈妈给她准备过年穿的衣服。好，放心吧。怎么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马锡山昨天晚上带着所有的队伍离开了大锅盔，现在整个驻地全是空的，只留下几个伤病员。啊！马锡山把他的队伍带跑了！他妈的，你干嘛？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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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马锡山跑了！马锡山去哪儿了？跑了，把人马刀枪都他妈带跑了。关一中，你跟我说实话。马锡山，你这辈子别老子再碰到你！马锡山他真的跑了？他本来就是个土匪，溜子。我让陈排长给你的报纸，你看过了吗？老娘不识字，帮我读读。坚决镇压土匪头子徐大马棒，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徐夫人啊，节哀顺变吧。徐大当家的死了，马锡山跑了，大当家的死了。徐大人，侯专员，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倒是说句话呀！啊，王团长，啊，左荣同志，司令员，真没想到您会亲自过来。你们辛苦了，从今天开始，我老田要和你们站在一起，直到打下大锅盔。谢谢司令员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这是什么？出去。权宜之计啊，把他交给共军的最高长官，跟他谈判，拖延时间，等待空投。
别忘了，戚子峰的山洞里藏的可是细菌化学弹，一旦炸开，山上山下谁也跑不掉。如果散开的话，几十年都去不掉。到那个时候，八百里随分店就会变成一座地狱。侯专员，你可真够绝的。现在还不是你评价我的时候，执行命令吧。是。据沈阳方面传来的消息，沈阳机场已经做好起飞的准备，今天晚上空投是肯定的。现在大锅盔有土匪将近300人，有180人有武器，如果让这帮土匪武装起来，将留下大患，所以必须在今天晚上拿下大锅盔。是是。报告，进。大锅盔守敌一名叫关义忠的指挥官独自骑马举白旗来到我军阵前，指明要与小分队指挥官邵建波见面谈判，请示司令部首长如何处置。关义忠，难不成他是过来投降的？203，你认识这个人吗？关义忠，他是马西山旅的参谋长，也是兵随图家保安司令部的军事专家，他是自从小分队剿匪以来交手最多的最强的劲敌。哦吼，那好啊，我们一起去会会他。司令员，我一个人去就够了。嗯。去。在下关义忠，久闻邵建波阁下大名，今日幸会。交战数月，今日终于见到真容，邵建波也同样幸会。不知关参谋长此番前来有何目的？难不成是想认输，拱手投降？我是奉滨绥图家保安司令部特派专员侯殿坤指派前来。侯专员有封亲笔信要交给贵军最高指挥官，希望就某一共识达成和平协议。这么说，此次前来是与我军来谈交易的？这封信里确实是想跟贵军做笔交易，但这并不代表我的个人意志。我甚至觉得这侮辱了我作为一名军人的尊严，因此我并不打算履行这次谈判任务。我只是个信使，把信交给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信交给上级首长。我再次声明，这封信不是我的意思，跟我没有关系。邵建波，我渴望战胜你。我们最好的相见方式就是战场。好，我接受你的挑战。Thank you.
越是艰险越向前，越是艰险越向前。